我蓝忘机不仅有苦不能说，更可恶的是情敌居然还挺多。这个聂怀桑到底什么情况？导演没给他安排活，一天到晚找别人家老婆。好啊，还跟我的人勾勾搭搭，不要脸。聂怀桑也给我注意点，老婆不懂我的心，还把我们的爱情故事说给别人听。你要不要听？听什么听？你这个八卦精，没看见我不高兴吗？有没有遇到什么奇遇？无语，有他什么戏？那明明是我们情侣之间的小秘密。后面那位兄弟，你要路过就路过，装什么失落，坐坐。而且没看见我和我老婆在聊天吗？麻烦闪一闪好吗？你现在倒是跟蓝忘机挺熟嘛。江婉言，你这个柠檬精，酸什么酸？以为我听不见？诅咒他一辈子脱不了单。不要乱想，走吧。可恶，我也好酸。我恨竹马，虽然情敌多到让人心烦，但我蓝忘机有主角光环啊。一起放个灯祈福吧。导演还不是安排老婆和我玩？哼，嗨，每日一夸，老婆貌美如花。一起放个灯祈福吧。怎么办？我好想答应他，可是我的高冷人设不能崩。可是为你男二公子专门做的。我才不会因为老婆专门为我画了一幅画就……等一下，他刚刚说什么？专门为我，专门为，专门，真可爱啊！你笑了？是的，你没看错，是我笑了。如果不是导演在，我还可以笑得更大声。